许多台人设置弘扬的客家亲子音乐剧主角伊妈，时阵来按各位台人总之艺术，也一部个伫总统府头前来请台展示。除了展示，安埔石头没有伊妈的电工秀，天工业都出色。到安埔七点到十点，陪同国庆的公调秀，伫总统府头前强下展示。二零一一客家亲子音乐剧《姨妈》按精彩的表演得到千多人的称赞，新的挑战去到高雄表演，也按多年来到总统府面前有看到的。初次的国庆发通道的彩排，让我呢就托出盼国庆的亚团时间，台前姨妈种子已经雕好，就不用托总统府前广场的。歌手呢对于初拜都出色，民众呢来到总统府前广场就看得到台前的种子艺术，唔但只按呢按不石头，又会有电光秀。比到庆祝国家生日，初八到初十总共三日，答案不七点到十点，一点钟有两场姨妈电光秀，都是会同总统府头前光雕连灯来表演。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，就算身体被监禁，灵魂还是能如玫瑰芬芳。各种色彩的光照亮总统府，姨妈做伴地府前广场。祝福嘅家，生日快樂！下個新聞是用準李伯卷、希里林副粉絲台北報導。